积极度跟他们在场上的想学的那种心，说真的完全没话说。我要统统杀到最前面，要杀徐梦君。林思雨现在站到最后一刻，整个团队的一个化学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强心针。秉浩，如果你可以，可能要多留在上面。外线空军，输掉了，还是僵持不下。接下来真的就是比耐力了。Opa!